男人要多久给老婆加一次班呢？你要知道哈，这件事儿可是不能马虎的，因为直接关系到你们的婚姻幸福。这首先哈，就是30岁以下的女人，你们之间每周至少要交流2到3次的感情，而30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呢，她的需求会更高，每周的夫妻交流呢，她肯定也是有所提升的。那如果说是40岁以上的女人呢，这个时候的次数就不重要了哈，开始追求质而不是要求的是量。女人一旦过了40岁呢，在岁月的洗礼下会变得更加的感性，更加的在乎感觉，要的呢就是氛围感。如果说哈，氛围感你塑造不起来的话，那就不管你有多努力，她都不会满意，也没她不她都他都不会有兴致的。而提升氛围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味道。你想哈，当你气氛已经到这儿了，他慢慢靠近你了，女人却闻到你嘴巴里的异味，那么兴致再高也会瞬间降为负数。聪明的男人哈，一定会随身携带这个口腔喷雾，在你和女人之间亲密接触之前哈，偷偷的喷上一盆，让自己的嘴巴里随时保持着那种清新的香气，那种果味，整个嘴巴里的那个味道呀，甜甜的，女人一碰就会上瘾的，不断的去沦陷在你的怀抱。视频左下角有同款，需要的哥们们抓紧去试试吧。